chien. Là, elle est là. Mon caca. Hi. Oui. 很好，再来，好。我们现在就是拍摄到一半，然后正在录这个特写画面。就是今天辛苦的跑者们，你们已经进行了第四趟的阶梯训练，超强。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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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摆起来，好，准备冲刺，够。内道，所以其实这个位置才对，是不是？好，那你站中间，你站中间。并且平常就有非常多跑团或者是其他人来这边做训练，就跟着我和 Cindy 一起备战台北马吧 ，Go！ Hello， 大家，我是哲瑞教练。今年台北马拉松也是年度的唯一一场银标赛事，那首度呢把终点改回到了台北体育园区。那今年这场赛事呢，也是平常非常多台北练跑的阵地。哎，他们太快了，是吧？我们今天的拍摄要取消了，雨超大。那我们今天的画面也拍完一些可以在室内先拍的，然后接下来下一班应该会再来一次，就是拍一些比较动态。摊位上面帮大家煮面哦。哎呦，好像很厉害哦。到时候台北马拉松现场啊，在这边就会有摊位。吃喝玩乐一定都可以在这边找到适合你的摊位。好了，以上就是这次台北马拉松这边介绍了。我是加油队，我们下次见，拜拜。我是 Cindy， 我们到时候台北马拉松12月22号，谢谢加油梁哲瑞。我是 Cindy， 我们12月20号台北园区，过程当天会到现场帮大家煮面呢。没错。没错，到时候赛事当天呢，会有各式各样的摊位在台北田径场这边做举行。那如果你讲错，好了，你叫杨哲瑞，我是 Cindy， 我们12月20号台北田径场，没错，到时候赛事，我是你叫杨哲瑞，我是 Cindy， 我们12月20号台北体育园区见，拜拜。过关了吧？OK， 3、2，好，走。介绍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介绍今年赛道路线。赛道路线哦，好，你就跑走。好，我们等下再补一下，可能深山路再聊。OK。Hello， 大家，我是周瑞教练。今天我们来带大家认识一下2020台北马拉松。没错，大家现在看到这些画面呢，就是我们今天来参加台北马拉松的赛事路线介绍的画面啦。那我们现在人在的终点位置呢，就是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到时候会在南京东路上，也就是富邦银行前面的这个位置。那大家记得到前面领完医保区，要到暖身场一起来参加这个嘉年华哦。刚拍完半程马拉松，现在来到全马终点。全马终点到时候啊会在田径场主场里面，那终点位置啊就会在起点那个田径场12345 6那个号码的位置，就是你终点拱门。那记得领完拱门啊，你要绕半圈去领一些你的物资，最后一样跟半马一样，要到暖身场参加嘉年华哦。好，准备喽，3、2，开走。今年半马路线呢也同步更新，首度加入了中途车赛。我们现在人在总统府前面，以往啊，只要总统府出发的赛事就不会到市政府，市政府出发的赛事就不会到总统府。但今年台北马首度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半马路线呢会经过总统府，继续往凯道前进。我们接下来到下一个点吧。拍摄台北马这次的所有影片的过程啊，如果你们还没看过正片，应该都已经出来，可以点这边。好，我们下次影片见喽。哦，对，台北马赛场见，拜拜。
Hello， 大家，我是哲瑞教练。我们频道一直以来啊，到现在其实都是一些有关于跑步啊，或者自行车的一些训练或教学分享。那其实一直以来在留言当中，有常常会有比较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包括他的训练内容啊，或是课表上的咨询。但往往透过留言呢、啊，没有办法非常全面的回答到大家。所以，我们频道即将开启订阅会员啦。那开启订阅会员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我们分为三个等级。那第一个会员资格呢，是肉脚车手，也就是每个月小额资助75元赞助我们频道。那透过这样的赞助呢，你可以获得的包括会员专属影片，就是我们偶尔会有一些漏网镜头啊，都会在专属会员里面来做播放哦。那我们也会在每季不定期的举办约跑或者约骑的活动，因为常常会有人问说，哎，教练，你有没有要到哪里骑车啊，或者是跑步？我们接下来只要参加会员资格，我们每3个月就会举办一次约跑或者约骑，欢迎加入我们的肉脚车手，就可以免费参加这样的约骑活动哦。那在肉脚车手呢，还可以加入这个专属的赖社群。那LINE社群当中呢，我也会亲自在里面哦。那我们在里面呢、啊，就会不定期的分享一些不管是团购优惠啊，甚至是我们免费的团练资讯。加入LINE社群当中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面对面的对谈咯。那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我们其实不定期会收到厂商的这些公关品啦。那偶尔我也会跟厂商争取一些可以拿出来抽奖分享给大家的这些赞助产品。那这个东西呢，就只有会员资格才会有的哦。所以你只要每个月小额资助75元，你也可以获得这样的抽奖资格。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等级呢，就是业余跑者啦。如果你加入业余跑者呢，除了可以享有刚刚讲的所有这些会员资格之外，你还可以享有的就是我们每个月会固定举办会员专属的直播活动。那在直播活动当中啊，你就可以直接透过留言，然后来做一些课表上或是训练上的一些咨询，我也会直接第一线的回馈给大家哦。那业余跑者除了直播活动之外，你每季只要参加我们的团练活动啊，还会享有特别的一些小礼物哦。所以大家每季一定要来跟我们一起团跑或是约骑哦。那最后一个也就是最高规格的职业跑者啦。那如果你加入职业跑者呢，是以每个月300元的费用就可以加入这样的会员资格。那除了享有刚刚前面两个讲的所有会员资格之外，最特别的是啊，你还可以参加每个月一次属于我个人跑团的免费体验哦。那除了这个免费体验之外啊，我们在每半年会推出一个哲瑞 Jerry 的周边产品，这也只有职业跑者以上的会员资格才可以获得拥有这样的周边产品哦。好啦，我在LINE社群等大家加入哦，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我们到时候见。